糊精，这是糊精。你给我的是精内里的。我要这两个内里。不打开吧？哎，可以了，直接下了。怎么弄下去？打开，全部开吧。阿姐，你把助理搞一下。这个等于是我们刚才是150斤水哦。150斤水。半袋粉。半袋粉。半袋粉。把那一半也把它倒了，也把它倒进去。这是另外一半粉，另外一半袋粉。好，关了，可以了。留呢？留了多少粉？大概一小碗。根本没有颗粒。